这里是月盾计划亚洲地面指挥中心，我们在月球上发现了一位幸存者，这位幸存者叫独孤月。想要回去，这确实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能把我难倒吗？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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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月盾计划撤离当天，基地遭到陨石袭击，不得不提前撤离。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我还活着。坏消息是，地球毁灭了，我还活着。